Let's go。有一个白人球员，他被认为是最会投篮的大个子之一，他是 NBA 的50大巨星，他是上古神兽，他是天生的冠军，他就是 Jerry Lucas。 兄弟们大家好，我是 Terry。 这两天总收到兄弟们的私信，说队魂卢卡斯回来了，我就知道这些兄弟们看我视频有超过一年的时间。因为去年这个时候 2K20 梦幻球队有一段时间，我用一张钻石的卢卡斯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哪怕是危机时刻，卢卡斯也会跳出来一个 Q4 战术的三分收下比赛，成为当时球队中当仁不让的队中之魂。哪怕是后来有了更好的卡片，我也尽量把卢卡斯放在第13人让他养老。现在 2K21 终于有卢卡斯了，今天我们就用卢卡斯实战，而且给他无限的开火权，别人不许得分，只能他得分，这就是前队魂的待遇。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他的属性和徽章。总评94，进攻95，身高68，背身后仰96，背身勾手96，背身控制95，中投93，三分球90，切入扣篮85，原地扣篮85，控球78，内线防守88，进攻篮板96，防守篮板97，体力98，横向敏捷，一言难尽37，投篮智商98，这是关键。名人堂徽章10个，黄金徽章16个，接球投篮，底线三分，抗冻，手感发烫，节奏射手，定位射手，关键射手，热区猎手，看这个投射徽章，马戏团三分，超远三分，狙击手，绿色机器，可以啊，进入节奏。训练场里我们看一下卢卡斯诡异的热区，出手速度很快，再来一个绿了，再来又绿，可以可以，不愧是队魂，这个没绿，又绿了，我们来比赛吧兄弟们。 OK， 我们开始搜索比赛，对手来了，一个粉钻带四个钻石，只让卢卡斯得分，其他人不得分，有点难度。艾弗森投篮，没有，我的篮板球，魔术师找卢卡斯三分球，卢卡斯绿了，队魂绿了你。魔术师又抢断了，还找卢卡斯直接投三分球，两连中，不愧是队魂。防守阿德巴约贴过去，这球太运气了吧，发边线球给魔术师，呼叫卢卡斯打挡拆，外弹一下传过去，卢卡斯又绿了，漂亮，继续给卢卡斯传回来三分球，哎，这个没有，出界了。对手的特克格鲁，哎呀，他也绿了，追平了，看来防守针对了，我们打个 Q4 吧，卢卡斯被防守针对了，效率有一点低，让卢卡斯打 Q4， 有空间直接投，哎，这个没有，这个防住了，我的篮板球，卢卡斯控球不传球，自己打，卢卡斯来个飘头，卢卡斯绿了，12分。第二节回来，还领先三分。卢卡斯第一节得到了球队的全部12分。哎，这个没顶住啊，没顶住。利拉德也绿了，靠！只领先一分，我还是保持只让卢卡斯得分。吸引一下传出来，卢卡斯三分球。哎，漂亮，卢卡斯18分，卢卡斯挡过去，造犯规了，第二罚也中，卢卡斯开主宰了，虽然只领先2分，但是我相信卢卡斯能干掉对手，打个挡拆外弹传出来，卢卡斯中投20分，对手需要一个暂停，牛逼，卢卡斯！
我们还是打卢卡斯，先传给科比过渡一下，传回来三分球，绊！防守 AI， 这个没有，我的篮板球，还是等卢卡斯过来传过去，三分球，卢卡斯绿了，漂亮！差点又抢断，差点又抢断，这个又差一点抢断，判断对了，老是抢不到。卢卡斯跟过去，这是什么防守？魔术师控球，还是给卢卡斯三分球？哎，没中。现在领先九分，又抢断了卢卡斯。不着急，三分球。哎，还是没有。继续。机会不好，往里突一下，再传出来，打挡拆吧，拉到三分线外，三分球，还是没有，我再来，还是没有，又抢断了，还是给卢卡斯，再投，还是没有，六连铁，顶住。哎，被对手给打进一个，靠！第三节回来，对手闪一下是什么意思？示威还是什么意思？还领先七分，卢卡斯贴过去，干扰到了，在下三路干扰到了，又干扰到了，这防守可以，抢断成功，卢卡斯控球，没机会啊，传过去我们过渡一下，还有卢卡斯。来个真转身，飘头，漂亮！伸起手来，你没机会，兄弟。魔术师控球，等卢卡斯，传给卢卡斯，还是要自己打，杀篮下，咦，卢卡斯可以扣。AI， 中投也进了。现在还是九分，还是只领先九分。卢卡斯接球，哎，前面没人，中投，好球，四十一分了。好，防守，抢断了，不着急。卢卡斯空中接力，五湖，这就是五湖。科比控球，科比不攻啊，给卢卡斯。三分球漂亮，卢卡斯46分，对手需要一个暂停，牛逼。哎，被隔扣了，这个被隔扣了，干，还是给卢卡斯，我去，这么多人防啊，后仰跳投，后仰跳投绿了，你顶着两个人贴住，你没机会，你真没机会，兄弟，这个防住了，卢卡斯开主宰了，传给卢卡斯直接投，哎，没有，我的篮板球，还有机会，真转身中投，还是没有，继续中投，漂亮，53分，特克格鲁没有，卢卡斯单手抓下篮板球，不传球啊，自己控球，投了，没有，差一点。卢卡斯又抢断了，直接飘投，卢卡斯绿了你，再给卢卡斯三分球，卢卡斯58分了。我们还是要找我们的队魂，卢卡斯传过去，飘投一个，卢卡斯三分球又绿了，61分。第四节还有三分57秒，卢卡斯砍了61分，对手只有卢卡斯得分的一半，对手需要射一下，这个对手离开比赛了，兄弟们，第四节才强退，他是一个可敬的对手，兄弟们，队魂真的回来了，投篮手感爆炸，不辱队魂称号，周末我们惯例会有开包视频，等下一个小时之后，我会发布科比次世代的生涯模式 EP37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